我现在来向大家讲解一下八卦掌套路。八卦掌的套路，在讲解这个套路之前呢，我想先向大家介绍一下，在这个套路中主要的步型有哪一些。我们这个里面的主要的步型呢，大致归纳成三种。第一种呢是马步，马步它的要领呢是两腿分开，同自己的肩宽一个半，就自己的肩宽一个半肩宽，然后脚尖内扣，身体立正，重心直接向下，膝关节不要内扣得太厉害，要稍稍外展，膝关节要平行。记住，我来示范一下马步的动作，八卦掌里面的马步的动作。迈开一肩半，蹲下，平行，好，这是第一个马步。好，接下来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瀑布。瀑布呢可以分左瀑布右瀑布，跟马步不一样，马步的动作在这个套路里面呢，它是作为定式来运用的，它是定在那里可以。我们这个瀑布呢，它是起到那个衔接的作用，就是衔接前一个动作跟后一个动作，所以说它是一个过程动作，它很快，不需要定式。那现在我就演练给大家看一遍。这个瀑布呢，它迈开一样的，也是基本上是自己的一个半肩宽，但是因为它是个过渡动作，所以不强调，不着重的强调它，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步行。我来演练一遍。好，腿迈开，然后大家看清楚啊，先是弓步，很快，再来一遍，好，这是瀑布。好，我现在要向大家介绍的这种步型呢是三七步。三七步呢在八卦掌里面呢运用的比较多，特别是内家拳，内家拳里面用这种步法用的都比较多。我现在就给大家演练一遍三七步呢。它顾名思义，它是把它的那个力量分三跟七分开，所以说这个步型的重心不在中间，它不像刚才的马步，它的力量是绝对的均衡的。我们现在的三七步是三七分开，我先给大家演练一遍。这个步型前面的劲道是三分，后面是七分，大家注意看一下。大家要记住，做这个三七步的时候，也要千万注意，不要翘屁股，这样就很难看了。一定要把身体立起来，好，这就是我们这个套路里面的三七步。好，我现在要向大家介绍的一种步型呢，是内家拳里面比较就是能够有代表性的步型，它是通步，在很多内家拳里面，它也都就是使用率是很高的。我现在来演示一下，拖步呢是顾名思义是把它拖过来的，不是它主动的去运动，它是通过前面的腿的向前运动，然后把它向前拖，这种，所以叫它拖步。大家注意看啊，我演练一下，拖步，再来一遍。